放火龙格利安并统治古怪岛，不惜将妹妹克莱推下冰崖并嫁祸给施达。施达救回了奄奄一息的克莱，醒来后失忆的克莱容颜大变。为了保护克莱，施达将其赶回冰原。此时真相大白，卡奥竟然私下伪装拿出了格利安的火种。格利安的火种飞碟风往事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，火龙格里安马上就要复活了，我将成为真正的冰原之王，直到永远。糟糕了。我是冰原之王，你们都要听我的。别太调皮了，会吓唬到孩子的。你没事吧？满月，你先别过来。主人，你的王冠他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大家快救火呀！你们看啊，施达的精灵把冰原之冠给融化掉了，他已经不配做这里的冰原之王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满月的错。你们听我说，冷静一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听我说。施达，老哥，老哥，你没事吧？老哥，主人，你快离开。满月，冷静一下。不要冲动，满月，住手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我们。够了，满月，你给我停下，快住手，你这样已经闯大祸了。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，满月。主人，我都是为了保护你啊。可你怎么就不考虑一下别人呢，满月？整个森林都被点燃了，这样下去村子也会被烧掉的。乐哥，你怎么样啊？刚才差点就被烧伤了。胜负已分。
不好了，灾难，简直是灾难呐！我是先知卡奥，我在祈祷的时候，早已看到那个火精灵蕴藏着可怕的能量，它会在满月的时刻爆发，引发比格利安还要可怕的毁灭之灾啊！什么？比格利安还要可怕？到时候整个冰原，不，整个古怪岛都将陷入一片火焰的炼狱啊！这怎么办呀？是的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对不起，我和满月想向大家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家请听我说，满月真的不是有意伤害大家的，请大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不要靠近我们，可怕的火精灵应该被驱逐。对，必须赶走他。你们不能留在这里，滚出东岸冰原。可恶，凭什么赶走我们？满月，赶走火精灵，把他驱逐出去。满月，你走吧。主人，你也要赶走我吗？哼，好吧，那再见了，主人。满月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满月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太令人伤心了，我们把施达当作冰原之王，可他却……卡奥先知，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我听到施达对火精灵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把火精灵找回来，用火焰狠狠地惩罚赶走他的每一个人。这简直太可怕了！只要施达还在这里一天，我们就永远身在危险之中。我们冰原的子民要团结起来，不能让施达继续威胁我们的人身安全呐！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绝对不能！这个是你的皮球吗？离我的孩子远点儿！施达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为满月的事感到很抱歉，我只是想多为大家做点事情，弥补满月的过错。哼，道歉就能弥补你们犯下的过错吗？是你亲手把灾难带到了冰原，你让我们怎么信任你啊？我们受够了，滚出东岸冰原！不，等等，大家听我解释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人会再信任你的，施达。再见了，冰原。没想到这么快，我就要离开了。我会怀念这里的日子的。希望你们能获得一个平静的生活。真奇怪，这里的冰层怎么这么不稳定啊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飞碟峰地下的冰层竟然在融化，这不可能，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啊！这么晚来飞碟峰做什么？
命。快点融化吧，很快我的火龙格利安就能复活了。住手！谁？考，原来是你在试图融化这里的冰层，难道你想毁掉整个冰原吗？施达，你怎么还赖着不走？现在整个冰原已经没有人在拿你当回事了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管人们怎么看我，我都不会允许你毁坏冰原的。现在立刻把火种还给我，我亲爱的格里安还躺在下面等着他的主人让他复活呢。是你，一开始就是你放出了火龙格里安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统治冰原的工具。哼，要不是你和那个讨厌的满月，我卡奥早就是冰原之王了。你休想阻止我！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火精灵，啊，满月！可恶，可恶，你跑不掉的，给我站住！你等着，施达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有我在，就绝不允许你靠近飞碟峰半步。